过来就碰到这事儿。哎呀，我给他说了啊。啊，是我都听见了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不赖您，绝对不赖您。我就稍微去一点点就行。哎，你干几年了？我干了十多年了，你放心吧。对对对对。你是哪来的呀？我是山西的。山西的？对对对对，山西。十块钱，十块钱。不好意思，剪过手了，快，不好意思，你给我捏，还有，你帮我捏着点，捏着点，快，不好意思，哪里啊？来，给我搞一下。你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哇，他突然看到了，这个是我们设计的第三个局。坐下，没事，没关系，这不是不赖你，这我太激动了，快。请您坐吧，哎，你是在接力吧？你先坐一下。你坐着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什么吧，那个姐，那个，今天就是我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也给您服务不了了，我帮您找我们老板吧。我们老板是在这做的最好的。韩国的发型师啊，他刚从韩国回来。对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一见到您也太激动了，听刚刚他们一说太激动了，我就讲混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打个电话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帮您做一下造型啊。您不好意思，跟您没关系啊，您坐这边，坐这边。先坐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喂，曹经理，啊，那个什么，咱们店里面来了一个那个明星，就是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曹帽姐。哎，结果我这太激动了，我这好。啊。草帽姐呀、我们的造型师不是受伤了吗？你怎么还在看过期的洗发水啊？而且还看得这么认真，你是真的很爱头发，但是不担心我们造型师满是鲜血的手了吗？